叔长，叔长，土匪是土匪，打死俩弟兄。他们来了多少人？搞不清楚，他们占了荆树。其他弟兄呢？不都来这里了吗？荆树只剩我们三人，就我跑出来了。他们长枪短炮，火力太猛，我们顶不住啊。就是说他们人很多，多，太多了，数不过来。我得去搬救兵，剿匪，剿匪，一定得剿匪！快跟我走，处长，田处长，田处长，你们把他们解救出来，快点，走吧，二叔哥，把他们解救出来，快走啊，快，不能走啊，田处长，来，林子，没事，没事，不要慌，没事，没事，哎，二叔。姑妈，你俩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小姐，你们先出去，我有好多话要问弟弟。小姐，老爷可能是走了。走了？楼上楼下都没有人，刚才乱哄哄的，我估计老爷可能是走了。刚才就应该抓住他。喜的，走，走了。小姐，不要劝我，你都别劝我，别说话。弟弟是个怎样的人？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卑鄙之人，伪君子。可他今天一直在想办法救你和慧，还说了那么多感动的话，我不明白。菊，小姐，小姐，二叔公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现在还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，多则三天，少则两天，我就会回来的。好，我在家静候佳音，等你回来，咱一锤定音。患难见真情，二叔公，有情厚薄。行。哎呀，李丫头的疯了！李丫头的疯了！大家快来看啊，快来看！李丫头的疯了！李丫头的疯了！谁拉她，她就给谁下跪呀！没了，没了！她就给谁？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她又下跪了，她又跪下了！没了，这摆着好，还没有人给我下过跪呢！没了，丽，你别闹了。飞了！你装什么装呀，害人精！老爷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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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丽，你快回去吧，老爷已经跑了。他疯了，他真的疯了。他会疯呀，打死我也不信。老爷飞了，丽，老爷飞了，丽，你看着我，你还认识我吗？你认识我们大家吗？老爷飞了，丽，只要你说实话，是受人指使，我们就原谅你。
李丫头，不管你真疯假疯，现在最要紧的是老老实实待着，保住你这条小命，别再惹太太动气了。已经做得太出格了，再闹下去就是死路一条。老爷飞了，老爷飞了，老爷飞了，赶快把他关起来，不能让他出来。是太叔。太太，刚才应该把陈天恒抓回来，有族长护着他，咱们又得解救表少爷、惠丫头和韶丫头，当时根本就来不及呀。要真是和族长硬碰硬，他把大户的家庭召集起来，咱们敌不过他们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这回百德堂是彻底和族人闹翻了，以后凡事啊都得靠我们自己了。陈天恒一旦去了江州，他很快就会回来的。老爷不在百德堂也好，在外面除掉他，咱们不会受牵连。这回还得请叶少爷出手。只有怎么办所以我不想说什么。当务之急是姑妈，今天对她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天，让她深受打击。我知道，娘撑不了几天了。爹爹走了也好，娘就可以安静的离开，不会再有争斗、吵闹。我真的没有想到太太能够废除百德堂的规约，她是为你砸碎了一个沉重的精神枷锁，摆脱和那些楚氏宗族的关系。从今以后，你可以放开手脚，大展你的抱负了。是啊，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开端，你要振作起来。这种不耻的事情居然落到你们的头上，我相信你们是清白的，你们心里会不会别扭？昨天我都被迷晕了，都不知道怎么去的祠堂。会，我们还是好朋友对吧？嗯。我还担心因为尴尬你不理我了呢。怎么会呢？我们这也是被人陷害是吧？是爹爹一手策划的，利用了力，就为了争夺百德堂，就为了逼娘。还是我太天真了。小姐和表少爷的婚事，你有什么打算呢？陈天恒让丽陷害惠丫头和宝六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想阻止宝六帮着韵儿撑起这个家。他越这么做，就说明咱们做的是对的。可现在出了这种事情，婚礼还能办吗？这事先放一放再说吧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让宝六名正言顺地成为百德堂的人，帮着韵儿撑起这个家。
太叔，一会儿把慧丫头和宝六给我叫过来。慧丫头毕竟是个女孩子，她以后还得嫁人呢。遇到今天这种尴尬的事情，我得跟他们俩说开了。太太啊，这件事我一直没顾上细琢磨。你说芍丫头今天怎么了？按说这里没有她的事儿啊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挺奇怪的。云飞，你还是去看看芍吧。从辉春楼出来以后，他就一直躲在屋子里。芍的心思，你今天应该看明白了吧？他为了你不惜一切以死相拼，你应该珍惜他对你的这份感情。我现在知道了。对了，芍其实很聪明的，只要他学会读书识字，我相信你们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的。芍很率真，但很专情，他就是嘴皮子厉害一点。其实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他什么苦都能吃，什么罪都能受。叫我表少爷，当时他们把你绑起来的时候，你害怕吗？当时你被装进竹笼的时候，我真恨自己太没用了。我就是不想他们处死你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了。其实我根本救不了你。可是你比我比任何人都勇敢。我明白，这是一份最真挚的感情。唯有真挚，生死相依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如果我们都被沉了江，我一定会去天堂找你。你别说了，我救你没有别的意思，你不用多想。我现在很庆幸，我们都还没有死。我终于没有错失了这份感情，让我有机会来回报你的心意。好的珍惜你，我要带你去上海，让你识字，让你读书，让你见识新的世界。想想看，还有很多的大事在等着我。你相信我。慧丫头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办件急事儿，有什么话回头再说。我还要找你说说今天的事儿呢。太叔，太太胸有成竹，你们是不是已经都商量好了？等陈天恒回来，再次求助震天龙。别再多问了，好好保护自己。
别再出什么事儿了。太叔，我求求您，给我个准信儿吧，让我心里有数。鬼丫头，不能让陈天恒带着官兵回到百德堂兴师问罪，太太经不起折腾了，咱们更不是他的对手，必须在外边除掉他。这几天小姐把他放入回春楼，给了他自由，结果是什么样你也看到了。我知道你不想让他死，想通过他抓到更多的同谋为你的爹娘报仇，可现在情况危急啊，留了他更多的人会没命。鬼丫头，先拿陈天恒的命祭奠你的爹娘吧，你先回去吧，回头我再找你。什么都不用再说了，以后我会好好陪着你的。你长大了，也懂事这两天有空到娘的房间坐坐，陪娘说说话，哪怕不说话都陪陪我也是好的。你放心吧娘，不会的。我心里有点难受，这信是太叔让你交给我的。是。好，你先歇着吧。哎，哦，对了，你把石宝给我叫进来。好。你给老三的这些文件我都看过了，你想让他干什么？哦，这些都是进步思想，我想让三当家的了解一下外面的形势。
是谁给你的？啊，您派我去江州给弟兄们买药的时候，街上有人散发的。北伐军也是官兵，你用这些替官府鼓噪的东西来扰乱军心，你知罪吗？你活够了是吧？大当家的，这些本来是拿给您看的，您不是器重三当家的吗？所以我就先拿给三当家的看了。恕我直言，北伐军来势迅猛，孙文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又深得人心，将来的天下一定是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，他跟现在的官府不一样。大当家的，您想想，即便是我们占山为王，想要保全自身，也得摸清楚形势。该硬碰硬的时候我们不怕，该躲避锋芒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躲避，这就是我的想法。你不是等闲之辈，所以我才收留你。你说是因为救慧丫头而落草，救慧丫头我信，可是我不信你心甘情愿的当土匪。你心里有什么话就全掏出来吧，别藏着掖着。子光，我不是跟你计较。你还没跟我计较啊？你从一进门就指责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和王秘书根本就没有见过你那个阿南，我们还纳闷呢，也不知道你这几天在百德堂进展怎么样，也不给我们来个信儿。可是田署长来过啊。是，那个田署长是来过，我当时在沈城，我没有见着。哎，我说天豪，你不要用这种审问的口气跟我说话好不好？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是你自己把事情给办砸了。你做起事来自以为是优柔寡断，这个事情怎么弄成这样？你好好想想，不要每一次都弄成一个烂摊子让我给你擦屁股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你是我的老同学，我都懒得管你。子光，如果你真这么干，那还有友情可言吗？你呀，我告诉你，省财政厅长的位置跑不了。不过从现在开始，我做事要谨慎，不能让人抓住把柄。这样，你自己家里的事情你自己处理，反正你那个老婆也活不了几天了，你继续和她周旋。财政厅长的位置摆在这儿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我呢还有事情，一会儿让王秘书陪你洗个澡吃个饭，你就回临溪吧。子光，大当家的，如果我把心里话说出来，你要是不相信，就拿这把枪一枪崩了我，我毫无怨言。为了救慧，为了给他家人报仇和给我自己报仇，我需要借助您的力量，除掉陈天恒、刘子光、王秘书甚至熊旅长。我要听的不是这些，这不是你的心里话。就凭我手下这些人马，消灭不了他们的。对，我知道，但是陈天恒和刘子光也是您的心头大患。其实您可以跟我一样，借助别人的力量去除掉他们。北伐军？对，北伐军。大当家的，其实我对外面的局势很了解，如果您愿意听，我可以跟您讲一讲，毕竟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。
局势、国事、家事、天下事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好好谈谈政局、北伐军、北洋政府、广州政府。好啊。时局并不像你说的这样吧？你不是谨慎，你是害怕北伐军。我进城的时候，有关时局和战况的报纸看了很多，我忽然醒悟，那个财政厅长的位置就像水中的月亮，我根本捞不到手。哎，政坛的变化规则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你的办公室已经说明问题了，你看看字画顾问都收起来了，自闭空空啊。你想干什么？逃跑？我把话说到底，买官前期投入的30万不能打水漂，我是个商人，投入就要有回报，否则我现在就撤出，你把钱还给我。30万啊，我不能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咱们事先是有约的，你不要找借口了。如果咱们撕破脸皮，那就是鱼死网破，我豁出去了。陈天恒，你这话说重了吧？什么鱼死网破豁出去了？我呀，给你借兵就是了，陪你回百德堂对付你老婆。借兵？借什么兵？那就等着我的消息吧。另外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跑的。我是道隐，我要和江州城共存亡，我是有责任的父母官。而且时局也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，那些报馆人不就是靠写那些夸大其词、危言耸听的文章吸引人吗？你是一个聪明的商人，你怎么会相信这些东西？是说让我带兵到临西？哼，我这怎么这么爱管别人的屁事儿？哎，你说啊，为了那个陈天恒，我把石豹都给杀了。你呀，熊旅长，陈天恒不是没给你钱吧？啊，陈天恒不是一个吝啬的人，如果这一次你肯派兵帮他，他一定会加倍的报答你。不行不行，我把部队拉出去百十里地儿，那谁知道这中间会遇到什么情况呢？哎，熊旅长多虑了，你看北伐军离这儿多远呢？啊，你一去一回顶多2天，能出什么事儿？不行。哼，哎呀，这个百德堂油水可是肥得很呐。就单说摆在表面上的那些古玩字画，
又值大笔的银两啊。现在时局正乱，你还不趁此机会多捞些钱呢？啊？啊，当然，我说的不是你个人，我是说军饷，超级军饷啊。嗯，嗯，对，那我得实出有名啊。这个我已经替你想好了，师出有名，剿匪。啊，不不不不，我可不出这个眉头。你呀、啊，我又不是让你去和他们拼命。如果说你这一次趁此机会剿灭了翠峰山的势力，你可立了一大功啊，顺带着你还得了几百条的枪，这何乐而不为呢？嗯嗯，这倒有点意思。既然有点意思，那咱们就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好。小姐啊，这回真得给太太准备后事了，她的台柱门已经开了。老话说，头门开，鬼领进，不出三天你家门。娘刚才的精神不是还挺好的吗？回光返照。小姐，也没有了，陈规还要不要？您操持吧，再让娘多听几次。太太陈安，小姐陈安。各位勤勉用功。季丫头，你过来坐下。昨天我跟太叔商量了，让喜子把你给娶了，我给你一笔钱当嫁妆。女大当嫁呀，回头啊，我还要叮嘱喜子呢，不许他欺负你，有好饭好菜先让着你。对了，他呀，还得要天天洗的那双脚。你和喜子成了亲，就留在百德堂，我不在了，有人和保六他们会关照你们的啊。太太，我跟喜子不离开百德堂，也不离开您。嗯，那你答应嫁给喜子了？说话呀，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傻丫头，
连个人都扛不住。小姐，丽这两天在屋里待着，不闹也不疯，我想着不会有事儿，可刚没注意，他就给跑出来了。你放开我！你别吵了，把我的孩子吵醒了。你别做梦了，丽，你也该清醒清醒了。丽，你这么折磨自己不值当，老爷不会娶你的，更不会带你去上海。你放肆！有这么跟主子说话的吗？不要命了！老爷回来了，老爷回来了，老爷回来了！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去把他关起来！要是再跑出来，我绝不饶你！是，小姐。熊旅长，我祝你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！那兄弟就先走一步了，辛苦。报告旅长，警卫排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出发。是。小勇，你呀，一会儿去旅馆找一下陈天恒，你跟着去一趟。熊旅长这次出面是为了剿匪，你去只有一个目的，再推程天恒一把，尽量从他老婆手里头把钱弄出来。这个陈天恒心不够狠，现在时局太乱，咱们呢能从他身上挤多少油水咱们就挤多少油水。给我盯紧着点，有什么情况立即报告。是，班长。三当家的，我们这是要伏击谁啊？老大既然叫你来，肯定会跟你说的。啊，那本小册子你看了吗？那你对投奔北伐军有什么打算？我觉得你说的没错，不过我肯定是要跟着老大走。我不能像老二一样不忠不义。走吧，走吧。小宝，哎，我告诉你，魏丫头险些送命，陈天恒跑了。我想这两天他一定会到江州去搬救兵，杀回白德堂。咱得干掉他。白德堂出什么事了？要不是上次你和老二查一杠子，今天咱们就没这么麻烦了。回头再说吧。不过你记住，这一回咱们再也不能失手了。
你跟我说的那个北伐军的事儿，我还是不太相信。他们终归是吃官饭的，官匪两立。不过，师傅，咱俩倒是有共同的目标，杀了陈天根。这样，等咱们把这套活干完了，你走你的阳关岛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两厢都不换。哎，王秘书啊，你说的是，这次有熊旅长出面相助，咱们一定能旗开得胜。你放心吧，一定可以报仇雪耻了。等我处理好百德堂的事，我就到江州天天守着刘子光，让他抓紧时间帮我办好财政厅长的事。陈先生，你放心吧。废什么话呀，咱们眼前事办好了。大郎家的，有情况。